今次我哋見到好多質素相當高嘅候選人出嚟，我希望當選之後咧，佢哋尤其因為唔少嘅新面孔，能夠多啲同香港社會接觸，讓香港社會咧係更加清楚認識佢哋對佢哋能夠建立信心。跟住咧喺議政方面咧，今次我亦都好高興睇到咧好多候選人係講香港點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人咧點樣投入國家發展大局？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方面。咁我即係希望咧，從嗰個議政範圍嚟講咧，除咗我哋可以講香港本地嘅一啲民生經濟發展事務之外咧，能夠將佢哋眼光係能夠透過深圳河睇下喺我哋國家今天呢個發展嘅大勢底下，香港能夠點樣做好配合同埋支持嘅工作。